你也过来。虾皮还没看到虾皮。你有没有在拍？你不是有在虾皮拍卖买东西吗？虾皮啊，你没有在虾皮拍卖买过东西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怎么吃啊？你就把它，你就不要拿来啃汤，你就直接弄熟以后直接生吃，配啤酒。小姐，你不一定要个熊，上来就。刚才偷偷拿到这个大小拿到九只哦，那个大小拿到九只哦。红尼罗，高级无锅鱼啊。多少台北的乌龟鱼啊？天龙人的乌龟鱼啊？青龙山乌龟鱼啊？来，哎呀，哎呦，这就来，这几包钱，这几包钱，这个票早餐店哪个够方便啊？早餐店没够方便，都是你自己够方便的，因为，然后叫早餐店讲是你自己的问题。这是你知道，这个三五五十张啊，他这边把人从外国这么早就找我，一时间我得了钱来，他就来吃点，不得了钱。到了你怎么样？你把六十多，怎么你把钱给怎么样？他搞漏了，再给来怎么钱？多少钱？你把六，明白？对啊，你用吐司。他这时间我接不完，来了。这是什么饼啊？你把六，你这是鸡排呀？早餐店的鸡腿排鸡排啦，早餐店的。早餐店早餐店的那个。